信这个大脑自己就在说话，在诉说神的荣耀，神的恩典。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耶稣基督，是我们的上帝。感谢主，今天上帝亲自做好这个通路平台，好像我们在为荣耀的君王预备道路。了解吗？上帝有话要对华人说，怎么说？这不是一个最好传福音跟让上帝对华人说话的心意吗？不管坐在哪里，我们领受上帝的心意变成同步了。我们感谢赞美主。所以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，我跟我的同工们回应媒体宣教的呼召。因为14年来，主你的恩典，你的神迹在这里彰显。主真是看见你是一个从无变有的神。你在沙漠里面开江河，在旷野里面开道路。起初虽然微小，跟 TV 开始只是一粒种子，宣讲福音的上帝信息的一个电视台，谁都没有想到，正因为谁都没有想到，所以那是上帝做的。